我们用我们的旧疾手吸这个石柱，把这个石柱从这个洞这边运出来。智慧，智慧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，跟我一起来玩《萨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。我们今天要解一个神庙，叫做吉欧西尼欧神庙，在地图的这个地方。整个地图的这边，我自己是从上次我们解的神庙铁恩吉铁恩这个神庙这边出发啊，我们往光点那个地方走。这样，我们目标往这个地方走，在路上我们就会遇到今天我们要解的神庙。绕过这个岩石之后，然后会走到一个路，基本上我们就是往光点的地方出发。我不小心撞到一个鸟。在我们上集解的神庙跟我们要去的光点中间，就会看到有一个神庙在那边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解的神庙，这样我们就顺利抵达了。叫吉欧西尼欧神庙，这个神庙就是智慧之轮，要秀出你的智慧，要走这个门进去。你看到一个石柱吗？我们用我们的旧疾手吸这个石柱，把这个石柱从这个洞这边运出来。智慧，智慧。然后让这个石柱当成我们的桥。像这样。顺利跳过。那接下来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石头啊，我们就让这个石头从这个门转出来，秀出你的智慧，然后把它摆在这边，当成我们的楼梯，就可以上去拿这个宝箱。你拿了吗？有速速药。然后我们再吸这个石头，显示你的智慧，把它从这边穿过去。好，头过身体就过。然后再让这个石头做我们的阶梯，像这样，大概摆成像这样子的感觉，你就可以沿梯梯而上，就起了我们的神庙。那这是这一集的《萨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欢影片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做更多更多跟《萨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相关的影片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